有念通通是妄念，有个佛念也是妄念啊。但是净土宗例外，只准有阿弥陀佛，有其他的佛呢妄念你不能妄思，只许可有一个阿弥陀佛，你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。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威神加持你，你能见性啊，是这么回事情。啊，那什么要紧呢？放下要紧啊，放下要真放下啊。我在26岁初学佛的时候，老师张家大师教我，李老师也教我，这些人都是高人啊，他们有大智慧，有丰富的经验，会看人呐。看到我们这个年轻人生慈悲心啊，这个年轻人没有福报没有寿命，短命啊啊，但是有一点小聪明智慧啊，还有一点善根啊。善根是能替别人想，不为自己想啊。我把善根讲得最简单最好懂啊，能常常替人想不替自己想，这善根。替自己想不替别人想，那是不善的根啊。谁想帮助我了啊？张家大师帮助我，劝我出家，出家真的命运就改了啊，劝我学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，完全是义务啊，对一代学生一律平等，不分贫富贵贱，平等待遇。